伊利沙伯醫院昨日咧就有三名嘅護士咧係初步確診嘅。我哋都好重視呢幾宗嘅個案啦，已經聯同衛生防護中心調查事件，同埋進行呢個接觸追蹤。初步調查發現咧，第一位嗰位一路喺內科病房工作嗰位護士咧，即係冇去過隔離病房嗰位護士咧，佢嘅居住嘅大廈咧係有其他確診嘅個案。同事在工作的時間是沒有接觸過確診的病人，相信呢社區感染的機會比較大。另外一位護士呢，就是他一直都是在隔離病房工作的護士，他1月23日早上他做完工作，他放了工之後呢，他就開始覺得有點不舒服的，後來就有少少發燒這樣，所以呢他就1月24日就看醫生，咁啊，亦都做咗心浮唾液嘅測試啦，咁就琴日咧就初步確診嘅。呢位同事咧，佢工作嘅時候咧係有照顧過啲確診嘅病人嘅，由於佢喺隔離病房工作咧，咁好多嘅確診病人咧都喺嗰度接受治療。咁但係我哋個護士同事咧喺接觸病人嘅時候咧係有穿著全套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嘅。第三位護士咧，就係佢本身係一位內科病房嘅護士，但係佢就喺12月7日至到1月17日呢六個禮拜咧，就被安排去咗我哋隔離病房工作。咁所以1月18日咧，已經係調翻去普通內科病房工作。呢位護士咧，其實佢喺1月22日嘅早上放工，亦都係啦。其實佢因為21日夜間。所以22日朝頭早咧就放工嘅，咁亦都係放咗工之後咧，佢就開始覺得有啲唔舒服，就包括啲咳啊、啲痰啊咁樣。咁佢24日咧，佢就去咗急症室睇醫生，咁就幫佢做咗檢測之後咧，就琴日咧亦都係確診初步陽性嘅新型冠狀病毒嘅檢測。佢喺隔離病房工作嘅時候咧，即係講緊12月7日至到1月17日啦。是有照顧過一些確診的病人的，亦都有他當時是有穿著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在普通內科工作的時候咧，佢亦都有穿戴個人嘅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是沒有病人咧被列為呢個密切接觸者。由於接連有三宗嘅初步陽性的個案啦，咁亦都有九位同事咧係被列為呢個密切接觸，要安排檢疫。咁伊利沙伯醫院咧，係將呢三個暫時將其中兩個嘅內科病房咧，係需要暫停接收新症嘅。咁啊，亦都會適當咁樣調動人手作支援。我哋都會留意住醫院嘅服務情況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亦都會協調其他醫院分擔部分嘅服務，盡量減輕影響。咁伊利沙伯醫院都呼籲公眾啦，盡量避免前往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醫。如果市民有需要的話，可以考慮去我們普通科門診或者私家醫診 去求診，減輕醫院目前的沉重壓力，希望市民理解和體諒。伊利沙伯醫院也已經安排了這些病房或者是我們同事去過的地方做消毒清潔了。為了更加審慎起見，伊利沙伯醫院也正安排承辦商在院內為所有的職員做測試，現在已經在籌備，我們相信明天就已經可以展開這個測試了。